啊、哦，是啊、哦，好吧，我刚刚自己挖的哦，好，那没事了。哦，开了五个洞，再挖就会惹他生气了。怎么样？好久没去外面了，好玩吗？嗯，阿里嘎多，欧哈卡萨玛。嗯，谢谢你，欧哈口。靠，挖个洞就好玩了，小女孩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吧？那你来我家好了，我家也有个后院给你挖。真是的。好了，太阳也西沉了，回家吧。嗨。この森の中にこんな立派な家なかったはずだが，这个森林中应该没有这么华丽的家才对啊。君たちこの家の，你们是这个家的。箱，箱子。约翰。その声はまさか，那个声音该不会是？You are Nanoka， 尤安吗 ？You are 尤安。You have 話し不要细話しはアドだ。详细等一下再跟你说。总之先换个地方吧。どういうことだ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变成长这个鬼样子啊？この子には。聞かせたくないだ，我不想再让孩子知道。豆腐直接穿过去也很合理的。わかった，好了。マリア、すぐに帰ってくるから。マリア，快回家吧，你就暂时看一下家吧，绝对不要外出哦。わかった，早く帰ってきてね。好啦，你要赶快回来哦。原来是基友，他一定会去偷听，你信不信？刘志尧一定会跑去偷听，我早就看穿你这个北条沙希了。你干没有？干我错了，干我太天真了。嗯，马上好，马上就按了呢。そういえば、人でオリュツパンするのは初めてかも。话说回来，还是第一次一个人看家呢。不行，哎呀，好乖呀、啊，好乖，这人真的不是北条沙鸡好吗？哎呀，好、哎哦，没事。啊，真是乖孩，吓屁，不过就是个钟而已。那里有个光点，等下再去踩，先去别的地方晃一晃。没反应，哎，所以说豆腐，哎，熊宝宝动屁。了不起啊，熊宝宝了不起啊！踢死我，踢死你，踢死你，踢死你！喂喂喂，干嘛啦？干什么啦？干什么？造反啦？大人不在家就造反啦？话被撕破了。给他浇水。なんで？为什么？Miko， 米萨里，哎，我觉得女主角是死人，她是被复活的。我未看先猜，女主角应该是死人，因为你看这些东西，那个豆腐人一不在，马上就枯萎了，然后娃娃就不动了，然后这些东西通通都掉下来了，所以我觉得女主角应该是已经死了，然后是被豆腐人复活的那个。类似僵尸之类的，我猜的啦。因为以目前的剧本走向看起来是这样子。左上。
小钥匙，得到小钥匙啊，烤腰就要去进那个豆腐人房间了。以目前来感觉是这样啦。还要下注吗？小东西，在豆腐人回来之前，先别睡吧。可是这样不能解释说为什么有人会对他憎恨，就是啊，欸，要自己使用道具吗？欸，不行，小钥匙不是开这个的？镜子也亮亮的，拿个镜子亮亮的，哪里有镜子亮亮的？欸，真的也镜子也亮亮的。好，我瞎子哦，太暗了读不了。六点。哎，那小钥匙要干嘛？用一个头就可以换一只萝莉吗？好像蛮实在的耶。那我那小钥匙要干嘛？又进不去他家。啊，还是这个柜子可以开？这个柜子该不会可以开吧？好嘞，小钥匙要开啥？房间没地方开啦，开只熊宝宝啊。那我还不能跑步。出门吗？他都叫你待家里了，还出门？你们这样对吗？这看起来很诡异。你没有衣服。好嘞，どこかな？他出门了。啊，他说不能出去了，你看好乖哦。欧哈口说不能出去，不行啊，捡到个小钥匙，可是没东西开。这个吗？哎，洋芋片安，对吧？可是捡了一堆钥匙，没有东西开啊。不是捡了一堆钥匙，捡了一个钥匙。哎，摇钢琴，钢琴沉默了。啊，钢琴沉默了，所以呢，时钟能开吗？我刚调查结果是不行啦，因为它道具是自动使用的这一款，不算是主动用，所以目前来讲是不行。那这个城堡吗？我这城堡刚也看过了，对啊，哎 ，Opsing 刚刚能看的都看过了。再看看好了，我怎么开钥匙都是开他的房间吧？钥匙不是开他房间吗？再逛一下好了。时钟也看过了，盆栽也看过了，哦。欧哈口还没有回来啊，就先睡吧。欸，睡觉，原来要睡觉哦，原来要调查完那个就可以睡了。欧哈口什么？那快点回来啦！会不会早点回来呢？听到奇怪声音。哎呦，谁进来了？谁进来了？なんの音だろう？是什么声音呢？なにこの水？这什么水啊？好臭！
我不吃烤豆腐人不会挂了吧？现在怎么看都去豆腐人房间。门开了，他虽然一直说不能进去，可是，哎，看起来很正常啊，也没啥。豆腐人的床，啊，床单很乱。おはこ様の匂いがする，嗯，有好多おはこ的味道呢。女主角，你没问题吧？你脑子没坏吧？全部都是空瓶，书上面上了个锁，要开吗？等一下，先调查别的。太暗了，看不到。红茶冷了，有很多困难的书。嗯，全部都是白纸，是日记的预备吗？也太多了吧，没有别的了吗？哎，有一本书写的什么？もう少し僕が自分で考えるということをする。那人間であったかな。啊，我在想人类的事情。きっとこんなことならなかった。一定不是这样。やはり彼女は言うと通り。果然他说的没错。那女人说的没错。全部全部僕のせいなんだ。全部都是我的错。他妈一呆，头好痛！开吧。まあ、人の人気見えるのはよくないけど，虽然看人的日记不是很好，但是おはこ様の，但是おはこ那个态度，会不会跟那女人有什么关系呢？圈月差日，これが彼女が最後に望むことだっただろうか。这就是他最后的期望了吧？圈月差日，啊，已经过去了半个月，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，只是这样子平稳的日子。月差日，啊，玛利亚从树上摔了下来，哭了。那我就把她的擦伤用魔法治疗了一下。真是方便呢。春月差日啊，现在为止啊都是很安稳的日常，有点在意呢。春月差日，ついに彼女がスカダウアシダ啊，总算他现身了。玛利亚很害怕，除此之外没什么太大的变化。もしの時はこの手で，如果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用这手。就由我自己。やっぱりおはこ様、女なのなのことしてるんだ。果然，おはこ大人知道那女人的事。でもなんで私には何も言えなくないんだろう。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跟我说呢？因为跟你说，你就找人家单挑了啊！依照你这个北条沙希的个性。晚上就不能跑步了。他出去了吗？哎，不行。おはこ様、遅いな。おはこ大人好慢哦。まさかあの男の何がされてちゃ？难道被那个男人做了什么吗？ちゃんと帰ってくるよね？还不回来啊？